你在哪边上班？我在这边上班，茶叶店啊。我跟老板很熟。那个那个，老板讲，谁说便当了？便当店了？哦，便当店是？便当店没了。对啊。那个沙发对不对？嗯，我这样讲工作就没了。哦，那你要，那我们不要讲，那你自己该请假，好不好？请假哦。如果遇到事情，等到我们查有状况，你就跟老板请假，说你这样事情。我们先查完啊，你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紧张哦，好不好？遇到事情就处理就好。不要碰，不要碰。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不会碰你啊。啊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你不要走，你不用走。我要上班。你有状况，我再跟你讲了。你要上班，我就跟你说你有状况，你不懂。现在到底怎样？完全现在是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这个新北地检署。新北地检署的发布的查捕逃犯了哈。那我没有逃啊，我是只有因为你没有去报道啊。我通缉犯了哈，我依法给你逮捕上看哈。我告诉你的一些权利事项。你的东西了哈。你自己说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遇到事情赶快出现什么啦、啊、什么毒品啊？安非他命吗？还是什么？安非他命。好。他骑车吗？没有，他走路啊。他就会一个穿车道被我们拦了。